个小节。整段示范。第八小节，共七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击步点剑。翻身挂剑。兵部崩剑，弓部点剑，翻腰抡劈剑，扣腿刺剑，扑步摆剑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九小节，共五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插步劈剑，转身云接剑，虚步欠。高虚步背剑上指，收势。再示范一遍。请看剑术全套动作的运动路线。最后再请观看剑术全套动作。
论述是以抡、踢、戳、撩、五花等棍法所组成的套路练习。它的特点是棍矢两端横打一片，气势猛烈。棍术的整个套路至少包括有弓步、扑步、虚步三种步型，不得少于十组不同组别的棍法，其中必须有扫、戳、抡、崩、劈、五花六种棍法。这套棍术有50个动作，从起势到收势来回往返分为4段，六种主要棍法：扫棍、戳棍、抡棍、崩棍、劈棍。